哎，小的你看，梅花鹿啊，这边小一点哦。这个是青年仔，青年仔啊。好。老表，你拿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梅花鹿全身都是宝，你看这个鹿的大便我都有人要的，很值钱的。这个我拿回去养花的。我以为你是拿着鹿茸了。来，哦，这生熟了。那这个是放在外面的。嗯。你一叫它，它就过来了啊。生人可不可以摸？可以摸的。过来，快过来！哇，这个鹿茸，这么温柔啊。可以的，摸的。你可以。可以这样给他照相，看他上我的车了，我去哪里跟着哪里。啊，他去年的在，去年有。去年的。嗯。要长几年才有这个割那个鹿茸啊？马上到时候就可以割去了。这还是上家店的。哦。它是削的啊，它是毛桃啊。哦。哎，都熟了。好可爱这个。那把门小猪拉开了，还没声音呢。三声你叫的在那里。小鹿鹿啊，小鹿鹿，还照影啊。从小他给那母鹿呢喂几天那个雏鱼。就拿着喂牛奶了，那就熟。在哪找？母的鸡皮。那四个破的。看样子鸡皮这些鸡皮生的。现在一斤要好多皮啊？五十多皮啊？这五十多皮。公的是重量重量。六十多皮啊，鹿。公的。啊，这公的是两只重量。好，六十。养的不错嘛。肯定是两只重量。好。他，你给他裹个毯子，现在那个小鸡皮最大的，没熊。没熊啊！哦。是个好家伙吧？这个大鹰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八月份之后，它就发情期之后，那个大鹰啊。